世界和平、新生也他的睿智、魄力和世界观，推举了一系列的新政，包含创新呐、一带一路啊、缔造了非常辉煌耀眼的成就。我不能不说一下一带一路，非洲、欧洲、亚洲都惊喜看到了，也感受到了中国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、互利双赢的诸多计划带给他们繁荣、富裕、安全、幸福。我们国家的建设蒸蒸日上。 现在我们已经是世界上耀眼的大国强国之一了。这些发展呢，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？啊，是一个什么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？我认为啊，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的中国梦。 我郑重呼吁两岸同胞携手合作，共同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。我们希望中国梦早点实现。<笑>